那定心呢，就是这套戏里面，我知道你跟家栋就是比较多那个对戏嘛，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个造型就好像就是比较弱弱的男人的感觉，那你跟他的关系是怎样的？在戏里面我们是两夫妻，就是我怀了八个月的孩子快要生了，但是我跟他还有宝姐，就是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，还有宝姐就是常常就是收拾很多东西放到家里面就很闭，然后我就常常跟家东说我要搬走，但是他像他的名字一样的行动就是捞水，就是常常就是因为没钱嘛，所以他要在跑的士，就是要赚多一些钱，就是但是辞职还没搬走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我跟我的包姐就是奶奶，就是我们也不合的，就是有那个婆媳纠纷，然后就在家里面吵那些戏，就是很好玩，因为我跟包姐对上一次做的那个角色就是很不一样，就是这一次跟她对戏就是很过瘾。那在这套戏里面动作上就是没有就是很多吧，我的动作就是在口的动作就情绪上的还有情绪上其实有，就是因为另外一场戏我跟家董就是我要拿刀就是威胁他我要搬走，对啊，所以解释动作跟 Maggie 的都是不一样。